情况，如果它确实有一点点过于干，你看这个时候往前推，按摩膏就不会到鼻孔里面去了吧？如果你点在这里，你往前推，它肯定到鼻孔里面去了，是不是？轻轻的打打圈，眼周怀，哎，确实，我觉得在你的脸上，我的手显得可小了。闭嘴！你就不怕等会我起来打你啊？笑死！你这个黄色话，我有杀伤力。对，显得我的手可小了，是不是？手在跳舞。对呀、啊，天天老是刷的抖音，就是老是的手跟跳舞一样。一会儿肯定会显得我的手法可好了。对。好。